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J。今天呢，邀请到了我们白蓬蓬的钻石爷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钻石。刚好昨天结束了我们最后一场的城市赛，左边这一位呢达成了大满贯，对，所以你拿了四张，我拿了四张昨天。OK OK， 我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拿到昨天啊。好，那其实今天呢，就是因为钻石在网络上应该算是热搜人物了，要这样达成大满贯的人真的不多，全部进复赛比较难啊。宝可梦卡牌其实有点运气啊，蛮吃运气，对，因为它有六张的奖励卡，然后再加上还有克数的问题。对，我们都说钻石是用实力制服运气。越难的，最难的就是这个坎过不去，这个坎过不去。反正今天呢，之所以找钻石来哦，就是想要跟他打打牌，然后讨教一下 PDC 上对决技巧。对战完之后呢，就会稍微来跟他请教一下有关于比赛上面的一些细节啊，请教一下操作的部分。这么上位的玩家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游戏的 ？OK， 好了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来准备进入对决的部分吧。Let's go。原来钻石的大喜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。单双，双，好，好，我先攻 ，OK， 对，好，那抽一，回一点，好，然后直接退信，我要重胜，手贴，好，升级球，好，三步，好，回一点，好，升级球，三，好，我结束给你，好，出牌。沈军，好，抓好了油，好，手军，好，那我这空开，好，哦，克你，抽身呢，沈军，好，好换你，抽一，气球，好，手贴，大王，我点救，好，空气，两秒了，好。期待那信号，升级球，来，然后直接下，好，回脑退行，那我这边无极开啊，无极，好，来一张，横竖，好，再开个等级球，好，麻烦你，可以。慢点啦，进化。OK， 手贴，那就先打死。好，来一张，侧白，变成虚，一张。好，抽七张。好，五级要没了。我直接就越难了，感觉。因为340。九张哦，一张。好，是不是想要一张？我的那一张。变色蜥，五只水晶，好，转化物鸟，好，哇，好猛哦，这样，化物鸟，好，那特性，好，抽三张，这三张应该会有了，好像差一张哎，不可能，对，好像差一张，我想一下，差一张哎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我想一下，好像是差一张，九张三，九四三百六，章鱼。你这个是这回的进化吗？对，都这回的进化。如果能进化上去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对，差一个射击手。冰箱。好。拿谁啊？都没什么用。拿这个。不行了，没了，输了。输了，对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下一回你们先拿哪一张嘛。之后，然后我这个上去。对，然后拿，反正这可以拿。如果有老大的话。对，就三张。对啊，而且你后面假设你卡手，你用这个上来顶，我也受不了。对。对。所以应该是没了。变色蜥跟老大在里面，没办法。哇哇，没办法，哇，没想到哎！你昨天也玩这个吗？我昨天也玩这个。哦，是的。我觉得他们这套蛮好的，在这个环境里面。我刚刚想说你下20道，想说你能量要怎么填，后来想一想，应该有纽拉，然后就有。对，没有纽拉应该很难填了。很难填。对。对啊，而且靠能转就不太行。对，然后像我这一波能转，主要靠小回鸟跟大回鸟。对，就很好用。对，你骑手蛮顺嘞。我骑手超顺，不用讲超顺。对，超顺的。对。有场地，有小火鹰鸟，对，什么都有。好，我们来的第二场，对，还最后两张牌是先机球跟博士，我记得一开始，对，还有一点是我刚刚结束的那一回合，我手上还有玛丽跟老大，是做胜，对，所以你那一回合就算打死我，可能还是玛丽可以干扰我一下，对，单双，
好，好，成功。可以。好。还有两。好。又有两颗能。没有没有，这次没那么多。手贴。好。然后特性。好。点一颗。给你。好，抽一。水晶。好。哦，有能量。我觉得像这一副跟那个炮手有点像，他很了解自己的资源。对，小圆牌就是主要重点就是在资源掌控。对对，资源管理。下一个这个，然后等你选。那我觉得钻石有一篇文章说得很好，就是炮手那一副牌资源没有余裕啊，对，容错率比较低啊。对对对，好，花克你。好，抽三个。那我使用第一招连连召唤。没问题。可以。冰箱。好。每一个气球，怪死博士，好，黑有博士，对啊，就雷动瓦斯，还有，对，瓦斯越少越好，哎，没办法，不丢动不了，是啊，好，鬼鸟，嗯，通信，它是飞进去的，什么？卡奖是，什么？严重卡奖出事了，卡什么这么重要？我超重要的，怎么这么夸张？对啊，抓无极，卡奖卡到只能抓无极，那是有点夸张。这张，然后手贴，好，他制服，好 ，OK， 五张，我炫，好，就直接打死 ，OK， 一张，可以。等英雄，变成十，好，马智士，哇哦，来了来了，张一总，马智士这一副真的超强，对，主要就是可以多开支援者，对啊，超强。我昨天城市赛开了这张，再开利加跟霍米加抽了，还有花舞鸟抽十五张，超强。对对对，快回收，应该是有机会的，应该有机会的，对啊。那霍米加，好，抽六，新疆，好。抓变成型，对，力加，好，进化，好，手叠，哇，印章，花油，好，铁化雨，力加，抽六，一张连击都没有，真的假的？一张连击都没有，因为所以，没关系，拍片所以没关系。推送大赛不要睡觉哦，你练习真的很衰，超鸟，超神的，有了有了，三，好像连 V 都打不死，真的假的？三，太可怜了吧？滴滴，这个吗？我连一半的 V 都打不死，这个应该可以吧？这里打不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没关系，你还有机会，因为我好亏啊，因为我这一场有重要的东西卡奖励。没有没有纽拉，应该是不会亚米，他被玛丽。我也不一定有玛丽啊，感觉应该是有，我觉得。印章过来，就先拿160。好，160。这个印章蛮屌的。对。是纽拉的卡奖励。哇。可能要走了。要走了吗？可能要走了。可以打死我。候鸟。好。手贴。好。是好，一张重要的一张，究竟能不能神抽？哦，太棒了，抽到了，太棒了！哇，这个混沌场地也没用，空鸟，好，抽三张，三，铅笔，好，你再放不放七八吗？我放，哎，我没放， okay. 我放博士，对，霍米加，好，我觉得七八都是把烂的牌洗回去，又抽上手。对，我自己觉得，然后使用霍米加，好，抽六，应该有了啦，应该是可以打死这个，一定可以打，再打不死就没办法了，对啊，再打不死，等下二十张出来会有点难，对，张一桶，好，这边先手填，好，现在多少？现在160、180，要五张，对，要对，我下一次练演习，好，哇，还有余裕下练演习，他就五张吗？好，对，五张，好，那就气绝。丢，无尽领域失效。对，无尽领域失效。鬼鸟东西。好。然后扭了。好。
升级球，嗯，升级球，手贴，好，还有能量，再去，那就应该是可以打死了。OK， 好，一张，抽一，开钓竿，好，我许这四个，好，我开水晶，好，把它抓出来，变色蜥，好，回收，回收。我手填行李箱，抓到这两个，好下了，来有，我开花木鸟，抽活山洞，章鱼，好，下一回应该不会变出二十道了，变得出来你就输了，对，变得出来我就输了，应该是会差一颗出，哎，还会有这张吗？这会放两张，我想一下，我不会怕，我还是把它抓出来。还是把它抓出来了。看，万一真的变出来就麻烦。但我是觉得不太可能。那现在就两张吗？那你就是觉得我会搞的嘞？对。我怕，担心了。担心啊。那抽一张。思考一下，一样，回鸟上去。OK。抽一。抽一球。好。不抓。好。快点。好。感觉好像走了。我说我。我觉得应该不会，我刚刚应该打回鸟，我觉得。我是，对，好，打死 ，OK， 就先打死，好，一张，你一张老大我就输了，应该是，难说、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走远了，我觉得，真的吗？老大感觉几率就蛮高了，因为47张嘛，然后差不多要来了，对，只用过一张而已，对，差不多要来了，乌贼王，信箱，抓这两张，好，好来哟，花无鸟，好，抽三张，手天，好，那就三张吧，打死。好，究竟有没有老大呢？应该是有，我觉得。可以。好，老大指令。二十道好。好，来。手贴。好。感谢我刚刚的。好。奖励卡。OK。对。哇，卡两个钮了。我卡两个钮了，我是两组。我想说，对，我想说。我刚刚的那个，哇，一下麦。对。哇。哇，可惜了，没办法。居然。应该打死小火焰鸟的，对啊，那边。哇，这次那回没有打死无极，比较亏。对。对。那回我都很扯，我令下出血，没有一张连击，太夸张了。还好是这时候没有。比赛这样就哭出来了。比赛就炸裂了。对对对，蛮可惜的，对吧？蛮可惜。知道吗？这是，是不是不该玩这个啊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这个好像有点衰。玩炮手应该比较轻松一点。先甩一下吧。好，我一样是双。好。好，哇，三把都二攻。OK OK。先攻。OK OK。好，我没有。好，对，五一，好，对，七张，又没有，要不要直接？可以又没有，要不要直接？这还好，其实我只要手腕能动的话，好，四七，又没有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少看到你这样，我比赛好像昨天都没有让人家多抽，我记得，这个蛮有趣的，我觉得这很有影片效果。都包没有？哎呦，有了，这是手牌，我等一下。好，你先手牌。OK， 手牌这么多，压力有点大。二十道 ，OK。四吧。有了。哇，这个能量搭配牛拉真是，速度很快。对，速度很快。对。下来 ，OK。再填一颗 ，OK。就看一下，它是最多吸两颗吗？对，手贴一颗。对，最多选两颗。OK， 它最高可以达到270嘛，最多。对，可以，蛮高的。嗯，一小人牌这算高了，大概在后期的都蛮强。对啊，后期蛮强，所以也可以做一个打死。对，高爆发。啊，给你，抽一，神奇球，抓练习。好，有点亏了，这都空开。好，对，哇哦，亏两个信箱。那你要在进化上面会不会有点困难？对啊，就有点麻烦了。但主要是还是要铺场，没铺场进化都不了。嗯，就说，加梦幻，好，克你，好，哇，来个能量，拜托，还有能量，能量，至少开个第一招，好了，好多能量，太多了，太多，有点太多了，不是水晶，那好了，有，好，然后手天，好，第一招，好，连连召唤，对，练习，好了，有。铁炮鱼，哇哦，什么都有哎。对，是下一个梦幻有点卡位置，对吧？主要是下回进化了，就看下回能不能进化出来。手贴 ，OK。模式，
好，希望没有大只。希望。但感觉蛮容易的，熏香，熏香通信，对。通好，哇，哎，太无情了。太无情了。大家都耗一个回收网。通信。好，哇，有。大只的。好。无极。嗯。他是什么？哇，什么都有了。先击球。好。回两。好。气球下来。上去。就打死。好。一张。抽一。哇，来了。哇哦。变色器。哇哦。完了。完了，这是。这一回应该可以抽不少张了，应该。对。看能不能打死的，这边。进化。手田特尼。这个没打死，应该是没。没打死就差不多走远了，差不多。确实走远了。去香。那力加抽七张，好，这边如果打死就很精彩了。对啊，秀一个。对，那九张也是有点难的。抛鸟，好，抽三张，好，哦，好像可以啊。完了，看一下啊，完蛋了，很刺激哦，看一下，章鱼，好刺激哦，好像差一张。哇，看一下，哇，有点尴尬，八张，哇，打不死很尴尬。无极的高血量。看一下啊，越难了，追他。哦，我想有没有？不要，我没来用。对，你知道那个？对，等一球。好，再一吸。好，有是有，但有点亏了。新一张，再一张。好，那就九张。好，四，啊，哇，终于打死，直接气绝无极泰纳 V Max 360，然后我再让少一张。对，捡一个沙子。好，最没有用的。对啊，有了。OK。抽一。手贴一根，好，然后左边好，这点。玛丽，哇，什么？哦，还可以，还玩得了。哇，还有一种啊，这样就可以攻局了。先一球，好，他这头下去，好，天哪，抽这么多球，天哪，什么东西？我眨眼，这个好。感觉这一轮要走了，好，气球撤退，好，他是不是可以打死我140？对啊，而且他能量需求只有两，对，只有两，因为反正你要拿你也是拿21，对啊，然后血量比较高，对，好，那就打死，好，140，好还有，好，还好啦，对，应该还好，乌贼。你还有花鸟可以用，对，空鸟，好，哇，该来都来了，看一下，该来都来了，死定了，前面，好，回收，哇，回收网在这一副牌算蛮屌的，对，蛮灵活的，回收这个也可以当子弹，对啊，后米加，来，都来了，应该是打绝对打死，或者是绝对打死，再打一，这边手贴，下一只，再下一只，好，章鱼，好，五张，好 ，OK， 沙子湖气绝，好玩，等下被印章就不好玩，是蛮好笑的。OK， 抽一进化，好，我知道了。OK， 走贴，好，回鸟，好 ，OK， 还好。我没有力加了，回去没有力加了。我还是连嘛，就看那四张怎么样了。进化 ，OK， 打死吧。OK， 哇，好像下个这个没打，没结束就输了。对，你没结束应该就没了。对，先抽一吧。这边只要哇来一张老大就赢了，好刺激哦。章鱼，好，好险没有先开花舞鸟，花舞鸟，究竟能不能像四天王一样神？哇，走三张。变成器有了，哎，哇，那我就抓老大的指令，那就没了。对，那没了，那就抓手手一种，对，就没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对战完了，我们打了三场，战绩是2-1，我2胜啊，各位兄弟。哇，真的是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今天练习的时候比较衰，他今天运气真的是不好，因为他前面尤其是第一场超惨，而且他武吉泰纳都没收掉，对，都没收掉，没收掉，一张奖励卡都没有拿，对，因为他用鱿鱼嘛，他昨天 T 二也是用鱿鱼，对，昨天也是，对，那武吉因为他本身血量高达340，要九张才有办法收掉那个武吉泰纳 V Max， 再加上我的武吉 Box 有那个20大王的存在。就会让你很有压力，对，压力蛮大，轮次上不太能输太多，而且又克数，比方说20大王，他是有办法，因为克数有关系，对，所以他有办法一拳击杀掉花舞鸟，就可以一口气拿3张，所以我觉得在各个条件下，我觉得都蛮困难，对，运气也还行，对，运气也不错，所以就不小心赢了他这样。其实我来另外一个目的，应该也是帮你消消业障啊，消消业障，消消业障啊，对，让你在大赛的时候可以稳定发挥这样子，希望大赛一场。
不过上一次高雄比较可惜。对，高雄比较可惜。高雄比较，我看你早早要拿高铁。对啊，对啊。拿着山神搭上高铁，然后失望的把山神拆。不相信他。说好不提山神。对，说好不提山神。不过这一次有打算用什么？南港大赛。我目前就白马、鱿鱼跟炮手在选，这三副牌在选。你这一次城市赛打成大满贯。对对，就是全部都进复赛。对，全部都进复赛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哦。对啊，我自己就觉得就是蛮可惜，差了一点。蛮可惜，没有拿到两轮轮空。哦。对，没有拿到冠亚军，因为我觉得大多数都是输给运气，就是蛮输给运气，蛮不爽。因为操作上基本上都没什么失误。能不能上位，我觉得都是要看。对，就是进十六强以后就是听天由命了。我想请问一下钻石啊，就是有时候在对局上面的一些小技巧有哪些？因为对，就讲到一个我自己发现的，好了，你很常去检索对手的气回区，你算是我看就是检索超长超频繁，很多人这样讲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小技巧在对局上面可以分享给大家？对局上就是我一般就是在打牌的时候，我的手牌跟奖励卡都会放，就是相对应的张数。OK。的骰子，对，可以让对手更明显的知道。就比方说，你现在奖励卡有六张，手牌两张，手牌两张，他就会拿骰子出来。对，一个六，一个二，就会给对手比较好去看。对对对，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嫌疑了。对对对，比较不会什么捏着马力，然后一直问来问去，手牌几张。其实很多人开局就问我几张，我就说不是刚开始。这个举动有意义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就可能觉得我多抽之类的。OK。然后我就放着，然后放一个骰子。OK， 了解，就很清楚，很明了。对 ，PCG 其实是一个有点运气成分的游戏。我们在对局的时候，很常有一个情况就是逆风。那劣势的时候啊，你是怎么样保持住那个心态？因为我大概对环境都有一定的理解，当下就会想说，我今天遇到这个劣势对局，我该怎么去打？这样牌组能用的方法策略全部打出来，主要是要自己够熟悉自己的牌组。我觉得在 PCG 来讲，资源的掌控是很重要的。对，资源管理，对，对手的牌啊怎么样的，也要眼睛要放亮一点，放亮一点，要观察清楚一点。没错没错，就是我们自己有高尚的牌品，不代表别人也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呢，还是要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。自己权益，对，维护一下。好了，那其实今天呢，最主要就是要找钻石来打打牌、聊聊天啊，因为其实比赛也快到了，让钻石来分享一下，尤其是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。我觉得上位玩家的一些意见嘛，都格外重要。大家可以去多多看那个钻石的那一篇文章啊。前面是讲对局的部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那篇文章超重要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目前发过两次，一次是三神的，对，一次是炮手，都蛮长的，都蛮长的。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就非常感谢钻石可以来到我的频道这边来进行一些分享，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一点帮助，好不好 ？OK。今天的影片来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，也忘记点选小铃铛，也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专。按赞也不用记追踪 IG， 当然也不用记到白蓬蓬战队的粉丝去按赞追踪留言，好不好？然后也别忘记看到钻石的文章呢，记得点一下，记得点一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